可以好大聲咁樣呼喝佢哋，慾慾佢哋。其實講笑啫，即係我覺得最開心就係係咯，我可以keep 住 focus 咁樣，可以話俾佢聽我有啲咩錯啊，即係佢哋好集中聽我講啊，即係同唔係佢 cast， 即係可能平常班嗰啲唔同嗰啲人可能即係都 focus， 但係啲可能當係運動或者點樣好啦，咁佢哋個感覺俾我就係好集中去做嗰件事咯，咁我就會好用心咁樣教佢，同埋我成日都會學佢哋，哦，你哋邊啲位做得唔好嘅，我就會極大聲咁提佢哋，咁我覺得好開心，咪佢哋都會聽我講，同埋會更加用力。跟住之後就係、是、第二樣就係、是，我覺得佢哋俾到好有叫咩啊活力嘅新一代咯，即係佢哋都比較 young， 咁所以佢哋有好多嘢。他們有的，即是可能 basic 或者 foundation 的，其實他們有些技巧，不過他們自己做不做，可能我怎樣可以個感覺啊、態度上啊，那些位置好一點呢，那就是的。咁想去，真係好想跳舞咯！嗰樣嘢好 pure 咯，即係好純粹，即係因為好中意跳舞，所以就一齊努力咁樣，而去一齊去學習咯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好，有一個 gift 喺度。我將我識嘅嘢教俾佢，佢哋又俾咗一種感覺，我係好 young 咯，所以係好開心嘅教佢哋。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，就我覺得佢哋可能就係、是、有時嗰個目標 set 得唔夠高咯，即係可能我 set 咗個目標啦，咁咧佢有時就會覺得，有時就會懶惰咗少少，即係唔係話佢唔想同懶惰，嗰、那個心情上係比較鬆散嘅少少，但有時你提一提佢咧，佢哋會記得翻，咁所以我覺得要點樣可以再覺得好啲，就是、可能哦。你自己 set 定嘅目標，你要高嘅時候，每次嚟到你就要再比上一次好咯。好嘅意思係可能我無論我今次唔係話我淨係學個 step 要好，我可能我聽歌上我要我點樣可以諗得，點樣可以再集中啲聽得準啲啊？啲力上跳舞上可能啲力度角度要點樣再做得好啲啊？但係佢哋要自己俾自己一個要求咯。有時係set 得唔夠高，同埋我覺得。除了呢幾樣嘢之外，可能跳舞上的時候個態度上就係唔夠，唔識得表達咯。即係跳舞是演繹一個方法嚟噶嘛，即係唔係話我做一啲動作，聽一首歌 flow 好似有機械咁。而家就係有時就 skip 咗呢啲位，有時佢有火嘅，你會 feel 到哦，好個感覺啊，好正，但係呢個位唔夠強咯，同埋就係有時就係、是。成日都唔記得咗，咁所以可能你哋要好嘅話，你哋自己提到自己，你個目標高啊，你跳舞嘅時候個態度上嘅嘢啊，點樣可以再聽準啲音樂啊？呢幾樣嘢你要自己再揣摩一下，同埋記 remind 自己多少少。啊，我覺得佢哋嘅觀察力要再加強啲啦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教佢哋嘅 technique 上嘅嘢啊，即技巧上一啲 basic 嘅基本嘢啊。甚至乎有啲 step 啊、舞步咁樣，佢哋都要唔可以第一時間咁樣分析到個動作，譬如啲重心喺邊啊、身體喺邊啊咁。其實如果你可以將呢樣嘢分析細心啲嘅話咧，然之後將老師嘅擺喺自己度，咁樣佢哋學嘢會快好多咯，係啊。咁所以可能呢樣嘢就要佢哋上堂嘅時候更加專心，令到觀察力好啲。而令到佢哋學嘢咧可以快啲啦，咁樣。同埋我覺得佢哋唔夠大膽啊，係啊，因為佢哋好細個，咁所以咧成日乜都哎呀死得好驚，我做唔到啊咁樣，所以就唔放膽去試咯好多嘢。其實佢哋肯盡力去試嘅話咧，係可係做到嘅。不過佢哋成日斯斯縮縮咁樣，所以好多時咧喺呢一刻做到。但可能一到表演嘅時候，
又會好驚請做唔到咁樣咯。所以其實係唔需要緊張，唔需要怕醜嘅，大膽啲，將你自己感覺跳出嚟嘅。